啊，各位朋友，台糖这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，在台糖台北会馆这边，好多人在这边然后出动警察这样子，好像有些纷争这样，可能是领股东的这个礼物吧，领股东礼物出现一些小状况吧，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宝贝哈，这股东的这个礼物不知道是什么宝贝哦，有纠纷有纠纷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中华路一段哈，跟这个是武昌街哈的这个交叉口这边啊。那因为我来这个台北是这个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事情大？好了，详细名称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忘记了啊。因为我来这边拿良民证哈，因为我礼拜一办良民证嘛，因为要补了啦，系统通知我说要补了哦，这样，所以我就来拿。那刚刚就拍好照上传了，然后顺便上线哦。现在是4:21啊，4:21，那离晚餐时间还有点距离哦，这样子，那所以我就慢慢骑去老地方吧，哦，因为我有点担心啊，我在西门町接单，结果什么？接到送板桥或送三重啊，那就昏倒啦。所以我现在就慢慢往这个老地方前进了。不过我会先去南洋商圈、南洋街商圈哦，在那边驻留一下哦，看看状况怎么样。反正现在时间很早嘛，哈，4:21而已哈，非常非常的早。那我今天一样是哈，我的低标趟次哈，就是15趟，哦，就是15趟这样啊，超过就赚到的哦，这样子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下雨啦！哇，前晚上单量应该会爆哦。我现在在穿雨衣哦。那其实我现在手上有2单还没去领，一单是鲜芋仙，另外一单不知道是什么。因为我刚送一单去马街，觉得他们 delay 哦。哇，他们等了6分钟，哦，差一点就到10分钟了，没有啦，还有4分钟了。好啦，那我要去接鲜芋仙了。各位朋友，我在安和路一段哈，哦，这边，那正在餐厅这边等餐哦，这是一间这个墨西哥餐厅哦，这，那么我有2单哦，我在那边等啊，现在是8:40，其实这2单是多的啦，因为我大概七点半我就已经拿到我的低标15趟就已经完成了哦，然后接下来就是。那个自动接单哦，忘记关了，他就一直叮，一直叮，一直叮哦，这样子。那今天下雨嘛，大家就也知道，哦，这个单一定是爆单的，所以他就一直塞给我这样。好啦，所以那么我目前哦，现在就在等这一单了哦，因为我这边有2单嘛，那收了1单，他另外1单是要我等5分钟，那我是 OK 咯，反正我就等咯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和平东路，然后靠近师大哦，师大夜市哈，这样那边青田街哈，这样。我刚把我手上的最后一单送掉了，所以我现在是没有单的状况，然后我已经下线了。哦，那今天哦晚上这个雨哦就是忽停忽下的，但是下的时候呢又下很大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也是下的这个淋的这个雨淋的全身湿啊，然后我今天又穿袜子，袜子都是湿的哈，这样好 ，OK。那今天哈，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所以系统给单给的比较异常一点哈，这样。我呢就是今天跑了20趟哦，但是我20趟里面大概有10几趟哈，都是被系统拉到很奇怪的地方去取餐，哦。什么1公里啦，1.5公里、2公里、3公里哦，那取餐取那么远哦，这样子，然后送才送1公里，然后0.8，然后1.5，这样送餐送短短的，然后取餐取超长的、超远的哈，这样。
那因为我开自动接单啦，因为我想说反正单多，然后我要拼单量，我就自动接单接一接，结果就接到这种，接到这种奇怪的单，所以才会哈，我大概7:40的时候，应该7:30，我就已经达到目标15趟哦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又因为自动接单嘛，接到2趟，哇，跑到3公里外去取餐哦，就是取了2单这样子，然后再送3公里，这样三就6公里这样，好 ，OK， 所以就把那个时间就整个拉长了，哦，所以才会我搞到现在哦这样，现在9:07这样，那幸好是哈，我刚到东区的时候，系统还是蛮照顾我的啦。给我3单哦，都在附近哦，然后这3单呢就往和平东路这样送，所以都在和平东路上面哦，所以还不就是这个不下雨了之后呢，系统就正常了，一下雨系统就异常哦，这样，不过这也没办法了，因为下雨天哦，应该是司机比较少哦，这样，所以系统才会这样子去拉哦，这样，就把我从这个点拉到那个点，一拉哇，3公里这样子，2公里这样哦，真的是有够远。好，不管这个不管如何啦吼，今天其实跑了20趟啦，这样子啊，心满意足啦。哦，多了5趟是赚到的，这样就这样给自己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这个怎么讲呢？就是一个奖励啦，一个奖励性的讲法吼，这样。那今天因为有加成吼。雨天有加成，所以今天这数字是蛮漂亮的哦，还蛮开心的啦哦。那其实我刚刚送了最后一单呢，送上去的时候哈、哦，因为它是楼那个大楼嘛，系统还叫了2单给我，那我当然是拒掉了，因为9点多，而且我的这个袜子很湿啊，我其实非常的不舒服的，我要就是赶快回家哦。今天要是没有下雨的话，可能我还会那2单我就接啦，不过。下雨就算了，好了，回家，明天继续。